猫的力量啊，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知道这是猫传，一定是这是传承下来的给我们的东西，我们这样才会知道。哎，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以前的社会，以前的事情，我们也没有看过云豹，这辈子很多老人都没有看过。可是为什么一直坚信这种力量呢？就是说我们一定坚守这样，就是因为我们在唱歌的时候会很荣耀这个事情，就是我们是云豹的后裔这样。然后你讲呢？好吧，放轻松点。不是后裔，后裔是射太阳的时候。我们给廖祖一个拍手。我是会勾起一些回忆的哦。那接下来是我要跟大家创作的一首歌曲是，不管是哪一个族群的年轻人，这个时候的我们好像都类似发生这样子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像没有办法在属于自己的地方或者出生的地方，好好的生活，然后一定要可能要像我们自己部落只有一个国小，运气好的话可以在部落读国小，然后毕业你就要开始脱离你的母体文化，在外面学习。当开始在很多创造力还有那种能力的时候，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学习能力很强嘛，可是那个的很多的时间都在平地，对吧？所以我就写了一首歌叫做杀了我吧。杀了我吧是在形容说很多的价值观都改变了，不是只有我们原住民，也就是大家很像跟着社会的变迁，然后有一些事情在发生，然后就用这首歌来跟大家分享，让大家知道一些我发生的事情。哦，竟然有人打哈欠，而且还是我的朋友，认识那么久了，两分零六秒，三八，两分零六秒三八，这首杀了我吧。在很久很久的以前，我的开悟对我说，很久很久的以前，我的开悟用母语对我说，孤单的树，孤自的人树，呀瓦西纳勒族，你的家，你的部落，你是哪里的？很久很久的以后，我们离开了那个故乡，我们把一些酒喝，聊聊自己的故乡。如今我像一条鱼，
妈妈妈妈又回去，如今我像个傻瓜，就连自己的邻居都已经开始不认识了。辛苦，在外面做劳力工作这样子。